为舍利弗，法名即灭。释迦牟尼佛也是讲即灭，那三法印当中的一个啊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涅槃寂静就是即灭，涅槃寂静就是即灭，没有生，佛性是没有生也没有死。没有生没有死，无生无死，就是即灭。法名即灭，没有生也没有死，根本他也不生，也不死。没有生当然没有死了，啊，没有死当然也没有生了。就是他讲。维摩诘讲，若行法名即灭，涅槃即净，也是即灭。其实涅槃也不是，涅槃也不是。这个要讲快一点，就可以把这一段讲完。若不讲快一点，哎，现在就可以停止。我告诉你啊，维摩诘讲这个，这个老头子啊，真的是，他是讲最高深的东西，一般人是听不懂的。真的，他讲的是佛性。他讲法，用法来代表佛性，是他讲的是最高深的东西。佛性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是最高的，最高的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。